冰糖，我好饿，你可以陪我去买东西吃吗？好啊，这可以。陪你去买东西可以、啊。可以哦，哎，这么自恋啊！走吧，买东西可以。这怎么很可爱？妈妈是会看长相哈，本身是有问题啊，买东西可以。不是，请问一下，萧敬腾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？女生哦，舒服就好。舒服又舒服，冷舒服，舒服就好。请现场选出一个最舒服跟最不舒服的。舒服的，舒服的。好了，舒服的，舒服的。不一定是我的，我的那个。就是好了，就是看起来舒服，舒服。马子是最舒服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实话哦。那你知道马子会可以新娘抱吗？还有举人过肩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抱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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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哇，马子给你一个拥抱，来，萧敬腾，哇，来来一杯杯，哎，等一下先哈一声，先哈一声。对，先喊一声一杯。他可以，他很稳，他超强，他很稳。你小心，小心哦，卡车撞到都倒不了。哇，轻而易举。马子，你抱得很不舒服，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你抱单脚干什么？那脚开开的。肩膀，肩膀，来来，哈一声一杯，来一杯。耶，都变耶，直接变耶了，耶了。哎呀，是摸到他，对不起，他刚刚摸到他。没有啦，只是吓一跳。这样子，吓一跳。你扛他，扛他，你确定吗？很重哎，他很重，你小心。他说你要抱他，你小心，你要抱他，让你受伤。真的还是假的啦？我们轮流，他先抱你一次，然后你再抱他。好的，一贝贝，一贝贝，哎，对，小心哦，他那里很敏感，你小心一点。对对对。好，再抱一次，要合脚，新娘抱合脚了，啊，送入洞房，你们把去哪里？去哪里？这把抱到洞房了，去哪里？萧敬腾，你要抱他吗？他很暴动吗？你暴动，马子，我们先问一下你大概就好，几公斤？问诚实，79，79。我还重哦，对，刚刚发片呐、啊，我怕你扭伤，抱阿 Ken 好了，好不好？阿 Ken 来来来，我也不轻哎，我也不算瘦的，可以了，你那么瘦哎，还有力，还有力，还可以，哇，真的可以哎，他有力，他有力哎，我觉得他的身材是李小龙型的，哇塞，就是虽然瘦哎，他肌肉是结实 OK， 可以抱我吗？你不要那么主动好不好？他居然要求说抱。马子，你能近距离抱起偶像，已经羡煞不少粉丝了，还是别为难沈画一哥啦。来来来，花花继续问。这样那么多歌迷这么疯狂，那你会不会很害怕？不害怕，不会，勇敢哦。不害怕，因为他们又没有怎么样。他们搞不好会冲过去抱你，对啊，摸你屁股啦，对啊。哎，有没有偷摸你的？因为真的有人喜欢偶像会趁乱就这样掐吧，摸屁股啊，或者……其实我觉得还好，没有。你没有啊？可能过几天吧。什么？没有，我还没有预言，还没有遇到啦。请问你跟粉丝玩过最大尺度玩什么游戏？是人体黑白车，黑白车，黑白车怎么玩？就是怎么玩？没有人体啦，嗯，就黑白车而已。就黑白翅，是最大的尺度是吧？黑白翅，好小，就这样。真的吗？那你刚突破很多哎。对啊，好大啊。对啊，对啊。那可以有一位幸运的大学生跟你测一下。好啊，好啊。好。好。那你看你选哪一位？选一位跟你测，男的、女的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男的好了，女的刚刚玩太多了。你选。我是男的，我是男的。阿扁好。阿扁。哎呦。来，请举起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多招？萧敬腾的是？啊！你要干？来，再来一次哦！预备备！大学生出题，萧敬腾现场即兴创作。今天来这边录影，然后可以来即兴创作一下吗？就是对今天所有的帮我们做一首，我们丢挑战挑战，最佳好。生了没？输了！回去，太烂了！换你，接力。
接力。头发戴着，头发戴着，头发戴着。小胖老师加油！来，黑白配哦，预备备。小胖老师，备来。黑白配。来，黑白配哦，预备备。小胖老师，备来。黑白配。怎么会这样？Mini 好 ，Mini 要戴这个头发，不用了吧 ？Mini 也要，也要啦，也要戴，要快点啦，都要戴呀。来，贝贝，适合适合，好像接法啊。来，黑白翠，贝贝，欧阳菲菲了，来，适合。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翠，黑白翠。男生女生配，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翠，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。哇哦，男女通杀！我知道黑蜘蛛多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他在玩的时候直视对方的眼睛，然后对方就完全被他带着走。没有人能赢吗？而且他的手势都很特别，都是这样子。对，他的眼睛会这样，他会变。真的有最后大爷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一个赢的怎么搞的？预备来，黑白菜，还好啦，他都已经赢了三个了，对啊，算厉害，掌声鼓励。和大学生玩起游戏，黑蜘蛛倒是毫不手软。看来萧敬腾不但有歌唱实力，还颇有拳王潜力哦。小花来，我想请问你哦，因为你太喜欢音乐，所以会做很多牺牲吗？嗯，会。你要说哪一些吗？什么牺牲？有做过什么牺牲？嗯，他今天好主动，时间吧？对，嗯，什么意思？很棒，你今天讲好多话。牺牲时间？时间吧。为了做音乐，有做过什么疯狂的事？就一直在做音乐啊，就一直在弹，不管是练习或是写歌那类的。比如说你以前练打鼓，就是曾经练过多久？我都练很多很久很久，好几个小时，十个小时以上。十个小时在打，那手应该很痛。弹琴也是，鼓棒会不会断？会有断，会断，一定断。太累了吧？Miko， 你在抖什么抖啊？就是如果走在学校里面啊，就突然有你的粉丝叫你唱歌，你会想唱吗？哦，应该不太会。啊，你有遇过这种吗？不会。走在路上说唱歌，唱一下啦。就啦啦啦就走掉了。啦啦啦。大爷，你要问什么？没有，我想说，就是他这么会创作啊，我想问说他的灵感都从哪里来？对，我灵感，我看电影，或是日常生活常常有灵感。但听说你录音是真的会有怪癖啊？哦，我不知道算不算怪癖啊？讲一下。什么？我录音我就喝冰水，而且很冰很冰的水。啊！天哪，这会锁喉吧？对啊。然后我就叫那个，可以喝冰水，叫录音师帮我把那个冷气开很强。很强很强，奇怪，对，好奇怪，然后还在冷气口那边叫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每个人都说很里面很冷很冷很冷，嗯，哦，物极必反的道理啊。我觉得他是什么曲风都可以去尝试，然后也会把他那个味道就诠释到很萧氏风格哦，所以你。其实我记得你唱过很多很我们意想不到的歌，所以你专辑里面有没有其实很想尝试但没有放进来的歌的类型？其实很多，已经很多了耶。我觉得这张专辑我已经试很多很不一样的歌了，所以我觉得很丰富，很棒。不过今天其实你带来一首我觉得蛮特别的，你可以自弹自唱。唱？是吉吉秀？